原标题六万人被歼，军长一人孤身逃出。一年后，他的警卫员也逃出来了。1947年，陈毅指挥华东野战军发起莱芜战役，在63小时内俘敌4万多人。敌军从前线总指挥李先洲到那些军长、师长，共21位将军被俘，2名被击毙，整个战役歼敌6万多人。粟裕称，这在中国战史上是空前的。叶飞上将后来也说，莱芜战役是我军的一个范例。然而莱芜战役的胜利离不开一个人，那就是敌第46军军长韩练成。在莱芜战役中，韩练成的作用有三个：一是向陈毅提供军事情报；二是拖延敌人前进时间，导致敌军陷入重围；三是放弃对第46军的指挥，使全军陷入混乱之中被歼。3月22日晚，李先洲率领第73军、46军、12军新36师准备向博山方向突围。韩练成果断放弃指挥权，带领警卫排离开部队，在中共联络员李某、刘某的带领下隐藏于莱芜城东关一家饭店后院内。结果第二日出发时，李先洲为寻找韩练成，不得不将原定早6点开始突围改到8点。结果他们刚离开莱芜城，华野七纵一部就迅速占领莱芜城，并将韩练成与联络员李、刘及其警卫排全部俘虏。经理刘两人再三交涉说明，他们才得以被押送去见七纵队司令员程军。好在李某化名其实是许世友的胶东军区政治部联络科科长杨思德，就与程军相识。在程军的帮助下，刘两人带领韩练成及警卫排辗转几日，才找到华野总部。华野政治部副主任唐亮首先接待了韩练成，接着陈毅司令员亲自款待韩练成，予以慰勉。在陈毅这里，韩练成得知李先洲等将官以及部队全部被歼或者被俘，而他本人的46军的师长、副师长、参谋长、团长也全部被俘，就他一人安然无恙。于是建议陈毅让他逃回南京去潜伏，继续为党工作。根据韩练成的意见，陈毅经请示党中央，这个方案获得了批准。随后陈毅下令将韩练成的警卫排收留改编，韩练成则带着华野一得力干部张宝祥经青岛辗转逃回了南京。六万多人被歼灭，21个将军当了俘虏，韩练成竟然只身逃回，立即成了大英雄。蒋介石传令嘉奖，并且将他留在身边，委任为中将高级参军。韩练成至少是败军之将，为何还能获蒋介石的重用呢？对此蒋身边的智囊解释说，胜败乃兵家常事，不能以胜败论谁可靠谁不可靠。大家都知道刘氏总司令不论是在抗日战争中还是在与中共作战中都吃过败仗，委座始终认为他可靠，这是智慧问题，亦是战略思想的应用。蒋介石智慧的把韩练成留在自己身边。五月，韩练成又帮了他一次大道忙，传送情报，帮助陈毅在孟良崮一举歼灭嫡系王台军整编74师，致使师长张灵甫毙命。本来韩练成就这样可以在敌营继续潜伏下去，不料1948年10月在莱芜战役中被陈毅收编的韩练成的警卫排中一人逃跑了。党中央怕韩练成有暴露的危险，立即通知他设法脱离。于是韩练成先逃往香港，后经东北解放区辗转到达了西柏坡。以后韩练成成为了一名解放军将领，还当了甘肃省副省长，且是国防委员。1955年他被授予解放军中将军衔。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